作为粉丝，然后喜欢一个 idol 是很正能量、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前提呢是你们要先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这样作为就是歌手在舞台上的我们才可以闪闪发光。所以我希望，我们不在日子里面，你们一定要身体健康，然后在自己的工作、在自己的学习里面都要加油。然后我们也会在远方一直支持你们，好不好？不哭，不哭，哭不哭？今天不管怎样都哭了。首先，谢谢你们，让我真的有回家的感觉。因为你们真的很欢迎我们，所以真的很感动，然后很有面子，非常有面子。所以他们在待机室的时候就一直在练习，在问我跟雨琦说，哎，怎么念怎么念，再过来再帮我一下这样子。所以也要谢谢外国朋友们。谢谢。楼下，楼下。好，楼下，楼下，楼下，还有你们真的要健健康康，然后不要担心我们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坚强，然后也很勇敢，然后也很照顾对方，所以不用担心，真的不用担心。一定要记得吃饭，不要生病，然后最近那个嘛梅雨季节一直下雨，然后不要一直淋雨。因为我打工的时候，你们知道我打工的节目吧？我打工是我淋雨打工。反正你们就是不要生病，然后下次有机会我们会再回来的。唱，今天你们有跟着唱吗？那其实我今天最后一天，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帮我们一起实现，就是我们想听你们再唱一遍，好不好？让我们起个头，我们一起唱一遍高潮部分，好不好？百岁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